恶作剧之王姜果想到了一个小把戏，这是最有意思的万圣节。 今天和平时可不一样，因为万圣节快到了，姜果得好好的布置布置他的奇妙小镇。姜果甭提有多喜欢万圣节了。那么，万圣节的时候，朋友们都会穿些什么呢？琪琪大变吸血鬼。 变成了魔法巫师，咪咪和赛普则要吓吓姜果。哪儿有那么容易呀？ 秀秀种了一些南瓜子，但是它们没有长大。没有南瓜灯的万圣节可不像样啊！恶作剧之王姜果想到了一个小把戏。 告诉你，这些彩色的扣子充满魔力，转天就能种出万圣节的南瓜。那天晚上，等大家都睡着了，姜果偷偷跑出来，他开始行动了。 太棒了，神奇种子，真的一晚上就种出南瓜来了。但是，这个还不够大呀，而且还要长出更多的才可以呀。 秀秀找姜果要更多的种子，他想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南瓜灯。
这可苦了浆果。大家好奇，这些神奇的种子是从哪里弄来的呢？但是浆果哪敢告诉他们呀？这些南瓜还是不够大，不够大呀！浆果又花了一晚上的时间给南瓜打气。直到这只南瓜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。好了，南瓜成熟了，别，这只南瓜只有浆果才能摘哦。最最麻烦的事情要来了，秀秀要把这南瓜雕刻成南瓜灯，工具是一把小刀。浆果可不能坐视不管，南瓜怎么跑到树上去了？砰的一声，炸开了花。原来是气球。浆果这次出丑出大了，可是秀秀却觉得好有趣呀。秀秀决定把这些气球都戳破。
但是，原来有个真南瓜一直都在成长。奇妙小镇的万圣节，因为有了南瓜灯，好看极了。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万圣节，一个有魔力的万圣节。好，冬瓜，冬瓜，耶！冬瓜，冬瓜。端午节就要到了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，人们要在这一天吃粽子、赛龙舟。奇妙小镇的各位都忙碌了起来，他们要让小镇焕然一新。为此，浆果在打扫小镇的时候，就连树叶上的灰尘都没有放过。奇妙小镇的每一个人都热切地盼望着端午节的到来。浆果似乎已经看到了咪咪做的好吃的粽子，正在向他打招呼呢。浆果对粽子的热爱已经可以让他放弃一切了，吃还是不吃呢？这是个问题。不过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吃了再说。天哪，我这都干了些什么？不行，我得把它伪装成一个神秘粽子离奇失踪事件。请问，还有比看到灭绝珍稀动物更令人兴奋的事吗？我们要看龙。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可是我们在哪儿才能看到龙呢？浆果的脑子里又蹦出了一个主意，想到不如做到，哼，看我的吧。
就用这个。他们谁也没有见过真的龙。我浆果制作出来的这条龙尾就足以让他们大吃一惊。让谎言来得再猛烈些吧。浆果的计划大获成功。哪儿来的一股粽子的香味儿啊？好香啊！咪咪被这龙的叫声和龙尾巴的事情吸引住了，他挥汗如雨做出的这些粽子得让龙吃饱肚子哦。浆果告诉他们，其实龙是个很害羞的小家伙，他们可不会在有人的时候抛头露面的。赛普觉得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哈哈，浆果的把戏被戳穿了。无论浆果的把戏有多么的高明，有道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人，他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
哪儿来的声音？天哪！浆果震惊了，难道龙真的到奇妙小镇上来过节了？浆果这才意识到，原来是自己被大家涮了一把。浆果对自己的玩笑深表歉意，不过咪咪觉得这没关系，你浆果还得帮着再做一锅粽子。浆果做的粽子竟然也是美味香甜甜。天哪，那是什么？龙？当然，这次也不是真的。不过，神龙大游行成了这次端午节里最受欢迎的节目。小镇失控了。赛普和包包是最好的朋友，是握手言和了吗？不啦，不啦。